数架轰炸机、歼轰机、挂载实弹接续升空，机群按作战编组梯次展开，防空压制、预警探测、电磁干扰等多个支援编组密切协同，按照既定航线飞赴各自预设阵位。9时许，空中打击编组按照预定时间到达打击阵位，锁定目标后随即向指挥所发出攻击请示。在预警机、干扰机、歼击机、海上舰船的支援下，空中打击兵力协同远香火、常规导弹，区分多个方向，对预定目标实施防区外多弹种饱和式联合精确打击演练。打击平台在接收到攻击指令后，调整姿态、搜索锁定、发射导弹等一系列动作连贯准确。模拟打击任务完成，多支轰炸机编队按照预设航线贯通南北，同时双向穿越台湾海峡，遂行多军兵种环台岛进逼射压。连续多日大批量高频次出动多型战机远程奔袭，部队的实战任务规划能力和执行能力得到了有效检验。